跳舞跳到累了，但看你还在坚持拿 DV， 我们就一起继续努力下去吧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完了，我刚刚发脾气，为什么不拍？你为什么不拍？气死我了！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我练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一个大哥说一句人话。好吧，请问你贵姓？啊，我免贵，木子李。木子李啊？对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姓李的都是好人。